你就没有你啊。我不是孩子家长，孩子不是，大夫，孩子怎么样了？孩子没什么事，是个精美姿势，不行。谢谢你，大夫。大夫，大兄弟，听说是你救了我的命，你需要什么帮助？你跟我说。这就不需要了，还是安静就好。喂，喂，喂什么喂？都几点了？我的外卖呢，还不给我送了？啊，实在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你等着我投诉你吧。好了。你等一下，这么巧啊，马五，董事长，这就是我给你提过的马五。马五，你就是那个认可给工人开除，反而自己公司倒闭的那个马五吗？是我。我不努力，都是为了养家糊口，我怎么可以这样？好呀，我现在有一个分公司，急需你的帮助，不知道。我好的机会有哥，答应吧。哥，我能有钱，但我跟你说，好小伙子，我相信你，不要说，加油！太好了，我了。丽丽，辛苦你了。北京的张总走了吗？放心吧，马总都安排好了，早上已经坐飞机走了。白天和黑夜的相隔，像一场无言的分别。最痛的是那句再见，来不及说。哎呀，九儿，这么着急找我干什么呀？几天不见就想我了？想你，你想我了吗？我今天叫你来呢，就是为了够我跟大壮在一起。他呢，不要你。九儿，我们可是最好的闺蜜，什么玩笑都能开，这种玩笑不能开。萌萌，你也太天真了。我现在呢，已经怀了大壮的孩子。美丽却能让人流血。不。不可能，这不是真的，不是真的。你现在可以去查一查你的名下，除了这台破车，什么都没有。大壮呢，把他所有的财产都已经过继到我的名下，识相的就赶紧滚了吧。九儿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把这套收起来吧。当初马五破产，你不还是跟了大壮吗？我只是用你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你吧。什么？马五破产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告诉我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别跟我装了，大壮呢？知道了你是这个人，所以才不要你。现在马上消失在我的眼前。还有，别跟着我，让保安撵出来的资本不好受。马总，这是这个月的财务报表，你看一下。丽丽，这几个月谢谢你的帮助，辛苦你了。没什么事儿，你休息吧。哥，丽丽，还有什么事吗？五哥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听说现在萌萌跟她以前的男朋友分手了，现在过得不是特别好。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，丽丽？你快说，什么原因？事情是这样，萌萌，你也太天真了。我现在呢，已经怀了大壮的孩子，闺蜜，真可惜。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。什么？都说爱情是一场游戏。你帮我忙行吗？你帮我们一下忙，我要见他。五哥，我懂你的意思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办。五哥，有件事我跟你说，当时情况好好，为什么跟他分手？小程啊，人生呢，你要记住三句话：再穷不能穷父母，再饿不能饿死父母，再坑不能坑兄弟。记住这三句话。爱上你脸上这座城市，人海里一眼就认出。像你这样的女人还能配得上我五哥？这不是真的。马五破产不能，难道当年是我误会了他？
喂，行，不见不散。情歌听多了难受。喂，老妈，我来楼下接你来了。弟弟，马五破产的事儿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快跟我说。破产？他现在过得特别好，他以前只不过是想试探你，没想到你真是一个见钱眼开的人。你撒谎！我听别人说，他以前因为跟我离婚，是因为他破产了。萌萌，你现在说这些话还有意思吗？你们已经离婚了，我希望你不要再害他了，行吗？别的我不想听你说，你就告诉我，你们之前是不是都是假的？假的？我告诉你，萌萌，吴哥心里早就已经没有你了，他现在的心里只有我。这不可能，马五在哪儿？我要见他。告诉我呀，丽丽，马五在哪儿？丽丽，黑白颠倒，真是好伎俩啊！萌萌。